杨小姐，您那车是怎么开的？这是，这车够结实的啊！哎，哥们儿，能不能私了？不，这个我做不了主，人家车主没来呢，我是看车不能坐主。这样行不行？你看啊，那白颜色的凯美瑞那是我的车，啊，我把我车压在这儿，我跑不了。那个杨小姐这不脚崴了吗？我先把这人先送回去，她现在这种情况开不了车，好不好？不好，人家车主没来。 我不能这，我不做不了主啊！人家万一要反，哥们儿，我没说啊。这是我名片，拿着，我半个小时内我准回来。反正有您车在这压着，你也跑不了。不过您可麻溜回来，我就在这候着您。我半个小时内准回来，好吗？啊，拜托啊。 送我回家，我就原谅你，我就感谢你啊。 我就是觉得你在你那朋友圈那儿干那个主持那事儿，有必要得跟你说说。你留下，我走人。我已经决定了。希望你别误会，犯不上跟我赌气。我自己有工作，我到这来纯粹就是帮哥们忙，帮完忙我就回去了。其实也就剩下那么几次了。 你呢，再坚持坚持也就过去了。你在你那朋友圈那儿干的挺好的，没准还能跟他们公司长期合作，犯不上因为跟我赌气较劲，失去这么好的挣钱的机会，对吧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再咬咬牙，跺跺脚，坚持那么几次，我不就消失了，对吧？ Thank you.
桃子。肖阳，那个，你摄影师找到了吗？桃子，我向毛主席发誓，我真的一直都在找，但是又好又便宜的摄影师真的是太难找了。不行，不，反正不行就接着用它吧。桃子，你太善解人意了，你。哎，让你受委屈了，回头我请你吃饭。行，先这么着吧啊，拜拜。好。检查完了啊，大夫说好着呢，反正让我继续保持良好的心情，然后那个营养保持均衡就 OK 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功臣。嗯，哎，那个下回什么时候啊？大夫说是18号。啊，你不用陪我来了，你就该忙忙你的去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怎么说话呢？这是什么叫不用陪你来啊？我是谁呀？我必须陪你来。哟，这么好呢？可不是吗？来，给我拿着。我拿。哎呀，男的拿这包给我看，我吃呢。来吃什么？下了班以后我接你，孩儿他妈。行，孩儿他爸。哎，你希望咱们是男孩还是女孩？嗯，甭管男孩女孩，反正只要你生的我就高兴，我都喜欢。谁呀？垃圾电话。行了，你走吧。没事没事。哎，那个，到了办公室啊，多喝点水啊。然后那个做动作的时候小心点，别抻胳膊抻腿，尤其别提重的东西，保护点孩子啊。行，知道了。垃圾电话。你怎么那么多垃圾电话呀？到处留号。爷爷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对，我宋松青。哎，行，那你们聊着吧，我上班去了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，慢点啊。哎，好，你注意点啊。嗯，真羡慕你啊，你老公对你真好。你最近身体恢复的挺好吧？嗯，身体挺好的。我这些天工作实在太忙了，也没时间去看你。以后有什么事儿呢，咱俩最好电话联系，啊。我有事儿，怕电话跟你说不清楚，所以我就来了。什么事儿？嗯，前两天我去医院，本来想把这孩子做了。可是医生说，我子宫内膜太薄，如果做了的话，以后就怀不上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说，这以后要怀不上可怎么办呀？不至于吧？能有这么严重啊？是不是大夫吓唬人呢？一开始我也没信，后来我去了好几家医院，都这么说。那你又有什么想法？我想把这孩子生下来。
你怎么说反悔就反悔呀？咱不都说好了吗？你说你上回找我，你说你打胎没钱，对吧？我向你道歉了，我二话没说就把钱给你了，还把你送回家，还给你钱让你换新房子。不是你现在说反悔就反悔，非要把那孩子生下来，你让我怎么办啊？我说句心里话，我怎么知道你现在肚子里怀的孩子一定是我的呀？我凭什么要负这个责任呢？这个孩子就是你的，我怀了你的孩子，你竟然不相信我，你拿我当家家当什么人了？你以为我是陪酒小姐？我也是个大学生，那天在 KTV 要不是你对我说了那么多心里话，我是不可能跟你走的。大夫跟我说了，如果我拿掉这个孩子的话，以后就再也怀不上了。我不想这一辈子都做不了妈妈。我在这不认识一个人，我不找你，我找谁呀？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等孩子出生了，我们去做亲子鉴定。行，你冷静冷静，你先别哭行吗？哎，你先别哭，咱们有话好好说啊。我跟你说不清楚了，我怀了你的孩子，你都不相信，我怎么跟你说清楚？是，那天晚上我确实喝太多了，我现在特别特别后悔。我向你道歉。道歉有用吗？道歉能把这孩子道歉回去吗？可我也有家呀，我也有老婆呀，而且我们俩感情一直特别好，她现在也怀着孕呢，你叫我怎么办呢？那你让我怎么办呢？我也是怀了你的孩子呀，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啊？只要是你不把这孩子生下来，你尽管跟我提要求啊，我一定尽量满足你，行不行？我求求你了。你凭什么剥夺我当妈妈的权利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孩子我必须生。佳颖，你平静平静啊！你听我跟你说啊，这孩子你绝对不能生。你想想啊，你现在还年轻，是吧？你得为你将来考虑，你将来怎么办？你的未来怎么办啊？你是在担心我，还是担心你老婆知道啊？当然是担心你了。我当然最好也别影响我家庭，是吧？我的未来不用你担心，你的家庭也跟我没关系。我就是想让这个孩子。丁佳佳，我再最后跟你说一遍。这孩子绝对不能生，这孩子我必须要生。你公司在哪我知道，你家在哪我也能打听得到。你要是不让我生这个孩子，你就别怪我。这孩子是你的，我在这又无亲无故的，我只能来找你。我找你，我也不图其他的，我只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平平安安的生下来。在孩子出生之前这段时间里，我不方便找工作，我希望你能照顾我，帮助我的生活。我保证我不会闹，更加不会去影响你的家庭。我只希望能当个妈妈。
机，瑞士进口的优质产品，全新的设计，更新的平衡杆，是我们家庭主妇的好帮手。目前市场价格是379元。有点意思。现在拨打电话的话，就可以获得优惠价格179元，马上省了200元。哎喂，小雅，我，你找的那个杨桃拍那个片子啊，我审过了，啊，效果还不错啊，挺上镜的。你通知那个摄像，还有杨桃，明天咱们接着拍，啊。好，接我。修车花了多少钱？你告诉我，回头把钱给你。以后再说吧。不，桃子，桃啊，这开始录节目了，都说什么？干嘛是干嘛？别跟那一般见识啊！来来，咱们开始了啊！桃子，词儿准备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。行，来，那咱们开机。好，准备。那个转过来吧。哦，好，来，那我们开始啊。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中国人的烹调方式啊，多是煎炒，所以中国厨房啊，真的都是油烟重地。那我们家庭主妇呢，我们不是不喜欢做饭，我们是真的很讨厌这个油烟。首先啊，油烟会产生致癌物质，还有我们真的不希望被这个油烟熏成了黄脸婆。你们俩今天什么情况？什么什么情况？没事啊。哥，你们俩今天怎么回事啊？没事吧？什么没事吧？你还盼着打起来啊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不是那个意思，保持啊，继续保持。哎，桃子。准备差不多，咱们就开始了啊！好，可以了。好，来，那咱们开机。好，开始。首先，请大家跟我感受一下，好柔软呐、啊！说实话，电视机前面的您，我替您有一点遗憾，因为您真的不能够感觉到，当我的手触碰到这个鹅绒被的时候，是怎样的一种弹性和柔软度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是一个100%鹅绒的填充。那么鹅绒呢？它能够在所有的材质当中是起到最好作用的，防止空气进。哎呀，江江，我觉得这句老说不过。停，咔一下，咱们能不能再来一次？行，再来，更流利一点。我那句老没说顺。孙总，没事，你坐。哎呀，是要再拍一遍吗？对。觉得还是缺点那种感染力，是吧？对。我跟他说一下。行，好。小杨，你看，我觉得你还是没有把你的优势完全发挥出来。这，上次我提示你这个按摩锤，这跟那个异曲同工，你应该举一反三，就动用你的肢体去啊展示啊，那种舒适那个感觉特别好。你应该把你的优势发挥出来。就是你身材这么好，为什么不用呢？啊，你忘了我跟你说过咱们这个电视购物的精华，就是不怕过，就怕不够啊。你应该把这个被子盖到身上，哎呦，啊，去感受它的温暖，还陶醉，啊，这不是被子，这是爱，啊，那种舒适的感觉，那才会打动观众，是吧？哎，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不赖你啊，这个我考虑的不太周全，这个环境不太适合你表演。娇雅啊，
你马上准备一个大的席梦思啊，把这个全部撤掉，把席梦思摆在这儿，把这个被子铺在席梦思上，让小杨躺在上面边，这样非常好。嗯，哎，上一次给王小花准备的那个睡衣在哪儿？在外边。拿。太好了，这个主意非常好，这一下你就可以激发你的潜能，激情就四射了。真的，相信我的主意。来来来，快。是这件吗？是，就这个。这一下就到位了，小杨，我觉得把这身衣服换掉，你穿上这个睡衣，然后在这个洁白的席梦思上，哎，你设想一下啊，你穿着这个睡衣啊，在这个被子里，你看啊，盖在身上呢，慵懒的就像维纳斯出浴一样啊，当然你比维纳斯好看多了，他没胳膊你全有，啊，你比他有优势，就躺在这儿感受，脑海里要有一个那个旋律 ，Only。You, oh, only you. 然后打一哈欠，伸一个懒腰，去感受这个被子的柔软，然后说：“这不是被子，哦，这是爱。”Only you. 这个感觉太到位了，是吧？这特别有感染力。九阳，快，准备这个席梦思啊，就按这个方案。您的意思是让我现在去买是吗？买就不要了，太贵了。那这样，席梦思我们就不用了，我们保留这个精华。哎，你只要穿上这个睡衣，多展现你的肢体，然后那种陶醉、温暖，把它展现出来就够了啊。我觉得就可以。来，对不起啊，孙总，我想打断一下。您的这个想法没问题。咱们现场拍摄也没问题，但是可能这个后期制作会有点问题，因为咱们这个背景呢是一个绿背景，对吧？您让主持人穿的这个睡衣呢，它也是绿的，回头后期制作的时候这个抠像啊，抠绿，那未来电视台播出的时候，那主持人就上个脑袋了。那不行，那太可怕了，就是一脑袋叭叭叭叭说话，谁敢看？啊，算了，那这样呢？换一个别的颜色的啊，九阳，快！那我现在去买，怎么老买呢？我老提醒你，心中要有成本，就学不会呢，就买，不是钱吗？就这一件。那好吧，那就是说用不上了。哎呀，可惜了了，这好身材。哎呀，好吧，那就。下一次再用吧。每次电话来的这么及时呢，你说，那个对不起，我再接个电话，你们先接着拍。哎，对啊，一会儿拍完你到我办公室来，我们一起畅谈一下未来的那种发展前景，合作啊。哎呀，哎，你们接着工作，我打扰了。好嘞。他就那样老犯抽，你甭笑了。他就那样一阵一阵的，你别搭理他啊。好，咱们该怎么样还怎么样，你就照你那套来。我把我那词儿顺一下就行了。咱们俩把它拍完。哎，小杨啊，你这孙总是叫孙子吧？你太逗了，你。来，拍吧。来，咱们开机啊。好。主持人还可以再放轻松点吧？行。那咱开机了哈，好，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首先，我要先请朋友们跟我一起感受一下这款被子的手感。来，请进。哎，孙总。小杨，来，快坐。您找我哈？啊，对，坐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你说咱都合作这么久了，也没找时间好好跟你单独沟通一下，太忙了，抱歉。您别客气，我就是来客串主持人而已。什么叫客串呀？我告诉你，就咱这节目，全指着你在这增光添彩了，没你节目都没人看了。啊，别。哎，对了，我听那个骄阳说，你现在没签什么公司，还是自由身呢？嗯，对，我现在还在那个求职阶段呢。太好了。这就是我想跟你谈的事情。公司呢，希望在未来几年呢，不光从这个栏目制作、主持人方面，还希望呢能拓展一些，像这个影视的制作、拍摄、发行啊，
包括这个艺员的经济啊，还有这个影视基地的经营开发啊，包括唱片，希望全方位发展。因为公司以后步伐可能迈得会比较快啊，也需要大量的人才啊进入公司，帮助公司一起发展。所以我想你能不能愿意加入到公司来，哎，这个和公司同发展啊，共命运。您的意思是说，我有可能成为正式员工是吗？这正式员工我又跟你聊那么多，不只是正式员工，你是将来公司最主要的核心竞争力。我希望呢，公司平台搭建的差不多的时候，能为你量身打造一部电视剧。啊？啊，你来演主演，请国内所有的一线给你当绿叶。真的，到时候再用公司的这些平台、一些栏目啊，给你做做宣传，不出两年，你就会成为国内一线顶级大腕。您让我主演电视剧？喂，焦阳啊，那个杨涛身上别的那个无线那个麦克哪儿的了？不知道。哦，没事没事。安排，比如说刚开始这个年薪呢，可能起点不会很高，不如你所愿，就从30万年薪开始算起。30万啊！当然，如果第二年你做得好啊，出色的话，我相信一定会超过100万的。你有其他的想法，也随时可以跟我。不是不是，我真不是有其他想法，是第一我真的干不了这事儿，第二我知道我能力在哪儿。我拿现在就拿30万的年薪，我觉得这是我不是我能力范畴之内的。哎呀，您这……哎呀，小杨，我告诉你，我就喜欢死你这可爱劲儿，真的。你是你怎么着还嫌钱多烫手？你太可爱了，真的啊！你是我第一个碰见说嫌钱多的人啊！我告诉你，机会不是天天留的，有了就得抓住。就这种条件，这要让其他那些一门心思想着发财当明星的女孩能把我这门挤破了？哎，你看这就是命，他们想来我还不要，我就看好你了。您跟我说的这事说的真的太突然了，我都有点听懵了。没事没事，对你来说可能突然一点，可是对我来说，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啊，你也不用着急回答啊，有时间呢，好好仔细的去考虑考虑，随时跟我沟通，以后都是一家人了。行，我再琢磨琢磨吧这事儿。我怎么觉得你们这孙总有点神神叨叨的呀？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？什么呀？他说他有一个影视帝国的一个梦想要去实现，然后要就公司要变成这行业里的什么航空母舰领头军什么的。关键他还说他要包装我，然后要花钱拍一部戏，让我当女主角什么之类的，年薪从30万开始什么的。他人靠谱吗？不是吧？他上哪儿弄钱整什么影视帝国去啊？你又不是没看见我们公司裁员裁的就剩这么几个人了，我都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。不过，好像他老婆挺有背景的，那会不会他老婆在外边给他扎点钱来了呀？你也知道现在什么基金呀、风投啊什么的，好像还挺火的。那个，对不起啊，打断一下啊。那个杨桃，先给你道个歉。我刚才找你那个别在身上那个无线麦克，就无意当中听到你跟那个孙总的谈话。哼，那个给你个建议啊，反正我觉得这哥们儿挺不靠谱的，给你下钩子呢。其实我觉得孙总他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怎么样吧。你说要不这样吧，
咱们先把这几期录完了。如果这老家伙还是那么不识趣的话，到时候别说你，我第一个不答应，我就给你们结账，你们走人，我也辞职。哎呀，你别，你找着一工作也不容易，反正我把这期录完了，我就不干了，说不定我到时候都找着别的好工作了呢。你不用，到时候再说吧。嗯，不过说实话，通过这段时间接触，其实我对果然的印象倒是改变了。以前吧，你也知道我有多讨厌他，你知道吗？但是现在我觉得其实这人挺仗义、挺成熟、挺靠谱的。对啊，我现在也觉得，哎，这人还行。嗯。哎呀，对他印象算是稍有改观吧。嗯，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什么意思呀？不是这个黄老五都堵不住你嘴啊，就是印象稍有改观而已。我说说不行啊？吃吧你。健康来说，对宝宝的玩具来说，对不起啊，我觉得你可以多笑笑啊，建议挺好。行，那咱们开始啊，开机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亲爱的妈妈们，对于宝宝来说，什么最重要？我认为健康快乐的成长最重要。我们这款儿童四件套质地非常的柔滑细软，并且颜色鲜艳，图案也非常富有童趣。来，咱们再来一条啊，开始。无论你是正在成长发育的青少年，还是工作繁忙的上班族，或者您是需要补充蛋白的老年朋友，这一款蛋白粉都非常适合您。现在惊喜来喽，原价200元，只要您拨打电话，立即变成149元。还在等什么？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。好，停。孙总喝的太好了。孙总，您来了。都录完了，实习都录完了。真的？对，特别顺利，速度太快了。你先带着人，果然到那个财务把这实习照的人结了。行，好。那个小杨啊，上次跟你说那个合同的事儿，我已经让法务做完了。一会儿你到我办公室啊，咱把细节好好聊聊。行，那我在办公室等你。哎，您慢点啊。好了，辛苦啊。哎呀，焦阳，还是去吧。关键是怎么说？你看看我这么说行不行啊？我是打算开门见山的跟他说，我就说我不想做这份工作，这份工作不适合我，我也不打算跟他长期合作。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委婉一点，就你别让他下不来台，
他给你看合同你就看，给你说什么你就听着，有什么事儿啊回来咱们再商量。行吧。嗯，那我先去啊。行。哎，果然把这个卖给你。那个先别摘。啊。带着吧。啊。临进门之前把那个胸脉往里别别。嗯，行，我知道了。确实也挺辛苦的、啊。没有，还行。叫你来啊，没别的事儿，我也不兜圈子了。合同啊已经做好了，你好好看一看。我觉得聘用期呢，咱就从3年开始。要是合作的舒服，哎，咱就接着延续下去。年薪呢，就像我跟你聊的，先从30万开始填。你当然要是有什么想法，随时跟我沟通。孙总是这样的，我昨天回去也琢磨了您说的那个影视帝国，那项目挺好的，挺大的项目，但是我，你看我也不是学相关专业的，我这事儿可能我做不好，我自己真是没什么把握。再说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我真的没什么明星梦要做了，我觉得我还是适合比较跟我专业对口的工作，对。就算了，我明白，觉得自己经验不足，怕做不好，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放心，我看好你，我是专业的啊，我可以帮你啊。真的，陶兰，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你有多大的能量啊！你现在就是一块璞玉，稍加雕琢，就会光芒万丈。当然，你要是觉得。30万少了点儿，不是，咱就50万。不是不是，这跟钱没关，真不是钱的事儿。哎呀，是，我明白，钱不能完全体现你的价值，是吧？将来你说你成了大明星，你成功了，这点钱算什么呀？